现在便宜了，家境贫寒，告辞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Hello， 哎，老刘，老刘啊，来了，来给大家招呼。来来，过来，给你留了好吃的。什么东西？你过来看一下呀。你这什么东西我没吃过？哎呀，你看这个好吗？这个硬吧？哎，这个确实硬。哎，它是活的。是活的。我第一次白天就是在饭店里看到活的这个东西。嗯，必须觉得新鲜，给你留的东西绝对叫新鲜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就是太贵了。这还贵啊？现在不贵啊，现在便宜了。家境贫寒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给1.5块一个才。1.5块一个。嗯。哦，我刚想说家境贫寒，告辞呢。都盘了吧。盘了，都弄了，都弄了。老刘大气。哎呀，还活呢，兄弟们呀，还活的。哎呀，头一次吃的活的，好。啊。给做一下吧，怎么做好吃？那就炸吧。啊。就油炸吧。这个怎么才能让它白天不出来？就是怎么让它不脱壳？不脱壳，不脱壳就泡水。哦，泡水就可以。啊，泡个水就不脱壳。哦，然后不泡水就脱壳了。好好好。不过脱壳的也很好吃。啊，行，下回就盘吧。你先盘那个。好嘞。酱油。啊，酱油。油炸呀。油炸。香。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放上小米椒，还有青椒啊，姜是，还有蒜什么的，就是爆炒。爆炒啊，但是不如这样香。不如这样香啊，怎么香怎么来啊，就喜欢吃香的。香。你看你一点都不充分，上级答应人家的都没做。啊，花生油这么费油吗？这个。给你炸完了，这油都不能用了。炸完这个油都不能用了，哎，这说明你食材好呀、啊。那一般都是扔掉了。啊、嗯，不用了。这么浪费油吗？这个。没法，要不不好呀，这样。没多吧？油多了吧？多了。哎呀，得弄死人了，油真浪费了，其实。太浪费了。太浪费了。对，虽然说家大业大也不能这么折腾呀，然后又你打包走一会儿哈，还多，又一会儿，然后你们打包走哈，多了，没事，太多，没事，少了它就扎不透了，现在差不多了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啊，这个油我们也得带走，哎，油你们打包哈，好，要放着我也没用了，啊，这个对这个餐饮这个标准，对这个美食的标准这么高吗？现在？必须的、啊、我想起人家炸油条的来了。哦，哇，油够吧？这油够吧？吓我一跳！别蹦了哈！啊，哇，就这么炸一下就行，还得烤、啊、然后再复炸一下，复炸一下。但是我感觉这个油没事啊，这油还这么轻呢、啊、还是别用了吧，还是别用了。哦，怪不得打包带走、嗯、打包带走一会儿，你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吃清真。哎，是清真对这个食品的要求这么高吗？对啊。哦，再炸一下，知道了、啊、这个羊头妹啊，对这个是对这个菜理解的，特别的菜给特别的你。哎呀，这挺奇妙的啊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呀，还没比心啊。好了，哎，看到你以后就发现、啊、好了，再炸就糊了。哦，再摆就糊了。啊、哦，不能摆了是吧？再摆了。哦，那再摆了。还有一个里面，还有一个半个呢。然后啊，哎，尤其用了。还有一个。好的。还有一个尾巴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可以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屁股。呀，你拿那个粉条干什么？开。哟、哦，我操，神奇啊！来吧。啊，那个粉条吸油是吧？不是，他在搞什么？很神奇、啊。秘密啊！哎呀。
放一大盆。这是在搞什么？哦，放一下哈，捞出备用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你刚才给我说的是什么了。嗯，你猜到了。啊、嗯，我猜到了。猜到了，那你别说哈。啊、嗯，我不说。要不叫你的粉丝朋友猜吧，要不。啊、嗯，我估计是四个名字是吧？四个。啊。这是两个。不要了。哎。这种吃法啊。我是第一次啊，知道它叫什么名了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但是不一定对啊，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不是，这我掰完了你的那个哈。啊。太多了，一百多三四十个。家里有矿。哎，家里有矿。家里有矿就不一样，这老六。哎、对对。这矿你还都掰不下了呢。啊，掰不下了。都光跑。吃光喝光，身体健康。我只能用我的。两上班了哈，啊，两上班来吧，你反正也不嫌我早啊，不，回来尝一尝，回来请你尝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老刘家里肯定是有矿，对，家里有煤矿、窗户矿。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太多了啊！有矿吗？你怎么那么奢侈呀？有矿得有矿的样子，啊、然后公布答案吧，说这个菜叫什么名？雪山飞狐，雪山飞狐啊！哦，和我想的不一样。雪山飞狐啊！雪山飞狐 啊！这确实飞的挺多的。你想的是什么？我以为是那个叫什么蚂蚁上树啊，大蚂蚁上树啊！啊，挺好的。哎呀，打点烟。哎呀，你的头发风扇一吹，让清风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甜。太差了，老刘。感谢。好，好来，你的雪山飞狐哈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没有事、哎。给老刘做菜，我很幸运，很幸运。哎、然后叫什么来？为这个羊头妹啊点赞啊！这个长得漂亮，菜也好吃，而且经济实惠，价格不贵。我的招牌动作哈。招牌动作、嗯、啊，比个心啊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慢用啊！啊，谢谢！你看杨同志对我多好啊，亲自端过来，你看笑的，笑的笑容满面。啊，来，第一次吃的高级的玩意儿、嗯，每天我还来。羊肉面最好吃，下季我还来吃。嗯，下回咱换个吃法啊。嗯。